那边市场上，欧洲那边市场卖呀，能跟他制作好，他就在那边卖。对，最便宜一般六七千啊欧元，最高的啊可能只是几万吧。还跟我们合作的老外呀、啊，他是欧洲的，欧洲也是卖琴的，他也是做琴的。他每次过来选材料都是我跟他选，选就是做琴的木料。我选的很好，他很满意。他就说我这个做琴，他说他可以，他可以找师傅过来教我们。我觉得一共四五年吧，应该是。他们有一个会一点中文，会一点中文，但是那些东西啊，我们那个做那个东西有很多东西不用语言，就指点就可以了。都国外的人认可我们，那是比较，还是比较骄傲的，是那个。